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好大，每个人都变成了超人，忙着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，食物及环境污染、错误的生活方式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。根据世界健康组织调查，全球约有 3.5 亿糖尿病患者，心脑血管疾病占全球死亡率的 30%。 看看我们现在吃的食物，转基因、土壤贫瘠、过精细化加工，造成了营养大量流失。另外，每天我们涂的化妆品中还有上百种毒素，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中都充斥着重金属和毒素。压力、愤怒、肥胖、失眠、情绪波动，你有没有把它们对你的影响计算到你的健康成本当中呢？更糟糕的是，我们的社会开始依赖医药，多数人甚至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就去选择药物，就连孩子都用抗生素来解决疾病，一切不正常都成了理所当然，结果就是迟早都要为你的错误买单。好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为您介绍一个解决方案了。几年前，美国两个非常成功的家族发现了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野生食物。医生与科学家已经验证了这些大自然的礼物对健康的重大意义。超过50万份的论文及后续研究，包括2项诺贝尔奖，都支持了这3款产品。它们被称作凯艾尼健康金三角。3款产品一起使用，可以修复、滋养、保护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凯艾尼健康金三角第一款产品新乐思，它是10种野生水果浓缩的最强力的天然抗氧化饮品，每天只需要30毫升就能满足正常人一天对所有的水溶性的营养素的需求。它最重要的原料是来自于阿拉斯加的野生蓝莓，这种野生蓝莓生长在极昼极夜的严寒的环境当中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，抗氧化能力比普通蓝莓高出5倍以上。新乐思有效地帮助心脏健康，维持正常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，改善视力，增强记忆力，改善失眠，提高免疫，改善关节灵活程度，提高精力体力。新乐思的英文名字就是日出，早晨食用营养吸收更好。凯艾尼另一款专利产品新舒康，富含脂溶性的浓缩营养，这款产品与晚饭同时，它的英文名字就是日落。它富含生育三烯酚，一种纯的维生素 E， 比我们平时所说的维生素 E 效果强50倍。这种维生素 E 来自于南美的胭脂树种子，纯天然的植物更容易被吸收。另外一个成分是来自于阿拉斯加的野生红三文鱼，富含天然的 DHA、 EPA 及虾青素。第3种成分富含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、D。 新舒康产品可以保护心脏健康，维持胆固醇正常水平，保护细胞，提高免疫力，可以增强骨骼强度，消炎抗癌，改善血糖，改善睡眠，还可以美容生发。凯艾尼最后一款专利的产品叫尼多乐，可以帮助人体自主产生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是一种信号分子，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扩张血管，这种功能可以降低血压，增强血流量，提高营养吸收能力。一氧化氮也被称为生命分子，一氧化氮发现者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奖及医学奖。尼多乐可以减少炎症、抗癌，提升精力，提升免疫，提升心脏健康，提高记忆力。尼多乐还可以增强性功能，延缓更年期，让我们的细胞更年轻。使用凯艾尼健康金三角产品会很快带来您更多的惊喜和健康变化，帮您生活质量提高，您将有能力提高工作效率，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还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。为此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起体验凯艾尼的健康生活方式。